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4月16号的公视早安新闻，我是朱凤志。先来带您看到0403花莲大地震后，毁损的除了建筑之外，台电部分机组也受到了影响。和平电厂一号机因为余震不断，影响到了修复工作。而大潭电厂八号机昨天也发生了跳脱，导致夜间风被转容量一度是转为了警戒橘灯，供电一度降到了限电的边缘。0403花莲大地震当天，全台停电户数一度达到308000多户，台电包括和平、台中、国光、海湖等机组都故障，管路扭曲变形。虽然抢修之后陆续复电，但受损的和平电厂一号机因为余震不断，影响到修复工作。除了和平，台中电厂七号机也因为地震，曝管的大洞清晰可见，目前停机检修中。再加上昨天晚间，大潭电厂八号机也发生跳脱，导致夜间风被转容量一度转为警戒橘灯，是今年以来用电负载预期最高，供电一度降至限电边缘。过去这两年几次大停电，台电深感抱歉，我们检讨几乎都是电网出了问题，因为系统当下是有电的，但是送不出去，所以我们要强化电网韧性。虽然四月开始电价调整，但是近来天气转热，用电量偏高，尖峰负载3527万千瓦，已经和去年五月下旬相当，也创下史上四月中旬的高峰。台电官网显示，今天为供电充裕的绿灯，而台电也将会在周末负载较低的时候，全面检修地震对机组的影响。记者朱凤志、吴其昌综合报道。四月电费调整，公家单位也面临省电挑战。苗栗市公所就设定要摄氏30度以上才能够开空调，不少公务员为了防中暑就自备电风扇降温。不过民众则认为该开就要开，公家单位供体时间也遇到了两难。桌上型电风扇强力放送，电费今年四月调涨，也造成公家机关负担。苗栗市公所设定气温30度才会开中央空调，员工几乎各个自备电风扇，民众则认为该开就要开。如果太多人的时候太闷也是不行，因为会影响到身体这样子。对，该开就要开。对，该开还是要开了。市公所表示，30度开空调制度行之有年，但今年热得早，四月份气温就热得吃不消。以往非夏季平均电费每个月约为4万多至6万元之间，现在出估调涨之后会再多一成开销，只能请大家供体时间。非夏季的那种不属于那个尖峰用电期间的话，我们平均的电费大概是4万多到6万之间，那夏季的时候可能是8到11万左右，可能会再多个10几%，嘿，也就是说4万多的话，可能就会从5万起跳。市公所把天花板吊扇全部打开，加强通风效果。电费调涨之下，公家单位想尽办法节能，希望在省钱与维持洽公服务品质之间找到平衡点。记者杨明峰、龙涛、苗栗报道。今天微弱的锋面位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还要注意到的就是今明两天，金门和马祖容易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目前金门及马祖都已经出现了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现象，要请注意行车安全。而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都亮起了橙色灯号，也就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在台南则是亮起了黄灯，要请大家多留意高温，做好防晒，避免中暑。天气看完，继续来看到食安问题不断。台中西屯的一间和牛烧肉店被检举疑似使用过期肉品，食安处前往稽查，包括牛肉还有冷面等多达8项食材都过期。业者虽然宣称这些是教育训练来使用，不过卫生局表示，现场查获是放在使用区，将会逐项厘清，逐项来开罚。台中市西屯区这家标榜由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烧肉店，被前员工向台中市卫生局检举使用过期肉品，食安处12号前往稽查，发现有多达8项商品过期。
其中和牛肉品过期3到5个月不等。业者紧急在脸书发表声明，强调这些是要给员工进行教育训练，而且和销售的肉品是分开保存。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对店家的说法高度怀疑。他在使用当中嘛，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有些按照他的说法是放在这个他已经过期区了，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是所使用在这些过期的食品，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给予严惩。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店家还没有到停业的程度，目前也没有查到业者有改标或是伪造的行为，但违规是事实，依照食安法规定，可处新台币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会在厘清后逐项来裁罚。而在苗栗也有食安问题，有议员前往连锁寿司餐厅用餐时，发现小蟑螂爬上餐盘，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了，小强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一直在做舔食啊。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我就食欲尽失啊。共有38家餐饮业者，即日起，卫生局食品卫生科将进行实地辅导稽查。而苗栗县卫生局15号也派员前往这间位在头份的美食广场来稽查，要求业者进行相关改善，如果复查没有过关，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开罚。记者林建生台中苗栗报道。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首先是自由时报。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自从去年5月开始加强执法，到今年的3月底为止，共取缔路口不停让行人有123000多件。但是依照交通部的道安资料显示，111年死亡人数是189人，112年是188人，显见国人对路口停让行人的观念还是有待加强。中国时报来看到，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大专校院的校园自杀通报件数，在近5年来成长5到10倍，尤其是国小自杀通报，从106学年度的114件暴增到111学年度的1183件，通报件数达到了10倍，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联合报继续来关心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天是透过总理公署宣布，预定在今年5月15日卸任总理，由副总理黄循财接任总理。李显龙欲请新国人民全力支持由黄循财率领的第四代领导团队。而继续来看到，就同样是李显龙将要结束18年的执政，也象征新加坡的李家领导时代结束。接棒人选黄循财在新冠疫情的期间表现备受肯定，加上经常使用抖音和民众互动，被称为抖音部长。他也再次透过抖音回应，会用谦卑的心全力来为民服务。去年宣布交棒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一正式宣布，将在5月15号卸任，将总理大位交接给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黄循财。李显龙在社群媒体上表示，领导阶层交班是个重要时刻，也象征李显龙近20年执政生涯告一段落。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Every ounce of my energy shall b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透过抖音发布影片，将要接班的黄循财经常使用抖音与民众互动，被外界昵称抖音部长。现年51岁的黄循财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防疫指挥要角，表现备受肯定，成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代表人物。即将卸任的李显龙跟他的父亲李光耀一样，在执政期间相当关注两岸事务。李显龙曾表示，由于缺乏互信，导致台海局势出现误判和意外的风险正在增高。But the most dangerous flashpoint of all is Taiwan. Enduring enmity and ba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be very costly for both and will mean big troub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评论家分析，新加坡能在短短数十年从经济落后的小岛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建国总理李光耀功不可没。李显龙则从2004年接替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主政新加坡近20年，黄循财接手后，渴望带领新加坡走出李家领导新风格。公司新闻郑伟仁、钟介刚编译。总统蔡英文到新北市泰山视察宪兵指挥部营区。而陪同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国防部长邱国正
两个人的互动备受外界关注。他基本上就是他一周一重归，是一体化。对，现任倒数前，总统蔡英文亲自视察耗资9亿整建完成的宪兵指挥部监视营区，参观官兵休息区及训练设施，因为这里是宪兵精英部队的重要基地。老旧营区的翻修和改建，一直是我们国防改革的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我们透过推动新安专案来改善我们营区的生活环境。那么，因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国军才更有力量来保卫国家。而陪同总统出席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国防部长邱国正互动备受关注。顾明，你今天是来见习吗？国防部长开始进行交接了吗？因为传出赖清德520就任总统后，国安团队延续蔡英文路线，但仍是大风吹。由顾立雄转任国防部长，成为国军第七位文人部长。外交部长吴钊燮将回任国安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则接任外交部。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也因此我应该责无旁贷，那也要心无旁骛的把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做好。做到最后一天，那龙秘书长是一个适任好的那个外交部长，这个部分不应该由我来评论吧？对于传言不愿多谈，吴钊燮强调会把外交工作做到最后一天，毕竟接下来520就职典礼得接待来自各国的外宾庆贺团，友邦国家参与的那个状况非常的踊跃，还要从其他的单位，甚至是从海外调回那个可以支援的这个人力。目前从海外来的这个团数应该是超过40团。那可能人数还不到800了哈，大概400多500左右。吴钊燮指出，这次友邦国家出席相当踊跃，且外宾曾经很高，包含8位国家政府元首。立委也关切中国是否会在520前再施压我邦交国。吴钊燮表示，目前掌握情资正常，但仍会谨慎处理因应。台北新闻组张敏如台北新北报道。立法院进行年金改革法案复委表决，却发生国民党立委卢宪一。人不在国内，却还有投票记录的争议。卢宪一强调，对整件事情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别人代为投票。对此，民进党团发函给院长韩国瑜，呼吁彻查，并且进行补救和惩议。立法院长韩国瑜15号中午会见巴拉圭参议长欧斐拉，忙国会外交。同时，国会内部持续为了12号院会上国民党立委卢宪一有投票记录，但仍实际上在中国参加活动的争议吵得不可开交。卢宪一本人出面说明，强调对整件事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别人代投票。为什么一回国，怎么全国的人都要找我？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授权这件事。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而且肤色的那个程度我也是属于2B级的哈，所以比较不可能。民进党团认为，卢宪一被带头的一票是重大意识瑕疵，甚至涉及法律问题，因此发函给韩国瑜，希望彻查并进行补救与惩议。目前已由议事处调查处理，而立院更激烈的攻防战场在司法法制委员会上演。各位先回座。麻烦各位先回座。蓝白党团提出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力拼15号送出委员会。不过，民进党团主张应延到17、18号，让所有修法草案一起并案审查，也祭出程序发言，并要求逐条讨论条文。但赵伟、吴宗宪都才是，有意见就保留送协商，再掀起朝野唇枪舌战。不讨论一下呢？本条一保留。藐视国会这么重要，你们都不敢讨论。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反对均6人，同数时取决于主席。本席表示反对，本案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民进党团更提出共44次的散会动议，但都不敌国民党立委与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联手合作的人数优势，均未通过。最后，宗宪宣布全案审查完毕，进入1个月协商冷冻期，5月16号解冻。在野党力求在520赖清德就职总统前，将相关修法三读通过，让赖清德到国会进行即问即答模式的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艺人黄子佼涉嫌购买未成年性影像判缓起诉，引起了各界议论。有朝野立委建议提案修法重罚。对此，卫福部长薛瑞元建议，在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当中，增加付费观览性影像加以处罚的相关条文。
艺人黄子佼涉嫌购买未成年性影像，获缓起诉处分，并缴纳120万元罚金，引发各界议论。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批评，现行持有儿少性影像者，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最高30万元罚金，罚则太轻，根本没有吓阻效果。因为根据卫福部统计，近3年来儿少性影像犯罪被害人人数高达3000多人，建议修法重罚。这样的刑度啊，部长，你认为可以吓阻吗？依我们看起来，这个刑度是最低的了，但是会比以前是完全没有用刑罚。就连执政党立委也看不下去，民进党立委林月琴炮轰，卫福部宣称性影像下架率达86%，但网络随便搜寻，现在仍可找到一堆违法色情网站，就是因为性影像处理中心规定，必须要被害人提出申诉才能下架性私密影片。卫福部态度太过消极。卫福部是看新闻办案吗？外流的问题，其他的网站现在都有处理吗？还有甚至有些已经死灰复燃的，你们知道吗？还是要等受害者来跟你报告？受害人的一个申诉是主要的来源了，这个我必须要承认。薛瑞元强调，如果要卫福部主动搜寻各网站，并握有下架违法网站的权利，可能要考虑言论自由限制的问题。不过建议在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中增加付费观览性影像加以处罚相关条文，并主动寻查相关网站。记者赖淑敏、蒋龙翔特报道。前年国内蛋荒引发民怨，农业部委托中央畜产会进口来自巴西等国的鸡蛋，并且准许蛋品加工业者福商胜加工制成异蛋产品对外贩售，但是业者却涉嫌虚伪标记产地为台湾。新北地检署昨天是依刑法伪造文书以及对商品虚伪标记罪嫌起诉3人。检警调查，当年蛋荒时，农业部为了稳定市场供应以及平抑蛋价，开放畜产会可向国外采购鸡蛋，交由加工业者制造异蛋，或者是采购国外进口鸡蛋，再出售给下游业者。不过福商胜负责人兼厂长张能明等人却没有如实标示进口鸡蛋，涉嫌虚伪标记产地为台湾后销售，借此获利。士林地方法院李姓法官日前坠楼身亡，引发了法界不舍，内部更掀起了检讨声浪。有法官强调滥诉的问题，而法官协会也声明要求司法院限期提出改革。院长，法官管考可能放宽吗？我们会来研究一下。面对制度改革议题，司法院长许宗力只有简单回应，倒是对法官的身心健康他有话要说。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啊，那么留意一下那个户外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不要把自己整天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提醒同仁工作之余多多参与户外活动，许宗力9号下午现身士林地院，不只是来慰问关心，也说来倾听法官心声。法院室外摆满花篮悼念坠楼身亡的李姓法官，全案烧出法官过劳问题，许宗力也到灵堂上香致意，更写了给法官的一封信，表示持续争取增加司法机关总员额，并严厉放宽相关管考规定，不以未结案数当作职务评定的唯一标准。想赢了是最容易的了，我的这个院长，我来帮你争取人力，你人力可以增加，我不反对了，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无穷嘛，怎么样更用科技，怎么用简化的方式，怎么样简化，这都要讨论。不管是审判效能好不好，有时候那个案遇到复杂难搞的案子，确实会有常常加班。我还是觉得每一种诉讼类型都有可以再去怎么样节制滥诉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当然要司法要去检讨了。法官工作负担大，有二审法官点出滥诉问题，法官协会更直言，号称诉讼制度的司法变革都在加深法官们早已无法负荷的工作量，更不排除发起下拨运动。内部检讨声四起，纷纷喊话司法院从制度做出改革。记者陈冠勋、张明如台北报道。国军在九鹏基地发射陆射近二防空飞弹，精准命中靶机。这个飞弹由中科院研发，量产进度顺利。由于是首次参演，也吸引了不少军事迷到场观赏。
靶机射出后，不久陆射歼二防空飞弹从地面发射，夹带着尾烟划破天际，最后命中靶机完成任务。因为天气因素，这次的实弹发射延至15号进行。目睹发射命中过程的军事迷都觉得很震撼，感觉还蛮震撼的，因为它那个尾烟还蛮明显的。那我记录到是大概飞行一分多钟。有鉴于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让防空能力备受关注，尤其陆射歼二防空飞弹是中科院研发的野战防空系统，将原本空对空的天剑二型飞弹改为地对空，由发射车发射，射程为15公里，搭配风眼雷达系统，可反制敌军的无人载具、巡弋飞弹等。这15公里呢，可以弥补我们野战防空到中程防空之间的空域防空的不足，因为在5公里之外到50公里之间，这个空域呢，其实过往陆军野战防空来讲基本上它是能量是不到的。不过专家也点出，从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先前遭哈马斯以大量火箭攻击出现防御漏洞，应该要思考到对我攻击者可能运用大量无人机突破陆射歼二防空飞弹系统的可能性。等到我们飞弹耗损到一个地步以后，弹药补充不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空档时间。那么如果说对方是用一种饱和攻击的一个方式的话，事实上面我们防卫的话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漏洞的。单独武器是一种可以提升你的部分战斗能力，它是要配合整体的防空体系就是说我们不用单独一个武器系统来论它的效益，而是要整体的防空。面对两岸和国际局势变化莫测，由退役上将蓝伟陈永康担任兵推策划人，结合政大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等单位举行的区域安全兵推，就认为中共对台的灰色地带战略上，不只应该着重于用武，而是要从国安战略高度做战略思维，将人员、金融等安全议题全都纳入思考，如何做避险以及管理风险，才能够有备无患。记者陈嘉欣、谢振林台北报道。就在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意向不再对伊朗的周末行动回击之际，以方表示暂时内阁仍决心采取行动，伊朗将会面临对等待遇。伊朗方面强调，德黑兰无意加剧紧张局势，但将会采取适度的行动自卫。美国白宫对于有报道指称是美国总统拜登一通电话让纳坦雅胡改变了报复心意，拒绝证实。对于伊朗故意造成袭以失败，则是胡扯。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周末袭击，暂时内阁是选择克制还是报复，在国际社会看来似乎举棋不定。在盟国呼吁以方避免中东情绪升级且保持克制下，以方15号释出影片。Iran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for its actions. We will choose our response.根据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纳坦雅胡24小时内二度召集暂时内阁，权衡如何应对这次伊朗的袭击。伊朗方面强调，无意加剧紧张局势。و چنانچه ارتکاب دیگری صورت بگیره حتما اقدامات قاطع و محکمتری در جهت ایجاد بازدارندگی صورت خواهد。美国白宫对于有报道伊朗这次袭击以色列是精心设计演一场最壮观的戏，以及伊朗要攻击前以大声量向国际社会示警，都是错的。伊朗方面也否认相关报道的真实性。To coin the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or steal a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it's malarkey. 而对于总统拜登一通电话就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改变心意，不再报复伊朗，拒绝证实。公视新闻黄韵玲编译。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其实曾经有过友好时期，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们继续来看以下的报道。14号的这场空袭更加深以色列和伊朗两国的仇绪状态。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月初空袭伊朗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上周六直接攻击以色列，双方关系可说是一触即发。极度敌对的两国是怎么走到现今的局面？其实伊朗和以色列过去有过友好关系，以色列1948年建国，两年后伊朗就承认以色列为国家，是当时全球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双方建立非正式伙伴关系，在军事、农业、石油各层面也有密切合作。
但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君主体制，局势骤变。新的伊朗政权高度同情巴勒斯坦，不满以色列跟美国关系密切。最高领袖哈米尼更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是主要敌人，并扶植哈马斯与黎巴嫩极端组织真主党对抗以色列军队。2005年强硬派总统艾马丹上台后，双方关系更加紧张。They consider Zionism to be a sacred notion and ideology.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foundations in history is condemned by them a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pprove and authorize sacrileges and insults against the beliefs of other divine religions.艾马丹上台后重启核武计划，以色列则担心伊朗永和自重，持续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两国关系降到冰点。Iran is a real threat, not only to Israel, but also to the world order. 即使后来较温和的罗哈尼接任伊朗总统，两国关系仍因在叙利亚的冲突持续交恶。也因此，尽管伊朗当时敞开跟西方谈判的大门，签署伊朗核协议，以色列人多次反对，抨击伊朗不会因此放弃核武。This cancerous tumor, since its beginning, has evolved step by step and has become a catastrophe, and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step by step.双方敌对状态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更加剧。4月1号，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后，紧张关系更急速升温。分析认为，伊朗回击以色列，让双方多年来的影子战争公开化。尽管目前双方看似克制，避免冲突扩大，但只要加萨战争持续，稍有不慎引爆两国仇恨，恐怕引发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公视新闻选林编译。南韩事月后船难将在16日满10周年，罹难者家属至今还是难以走出伤痛。多位罹难高中生母亲组成了剧团，借由表演来疗愈心灵，并且继续催促政府调查事故的真相。剧场演出进行中，台下观众频频擦拭泪水。南韩世越号船难这个月16号满10周年，罹难者家属仍难以走出亲人离世的悲伤，有些人就借由舞台表演来疗愈心中的痛苦。그연극을통해서저자신을마음껏하고싶은대로제가제마음에있는이슬픔이나이런것도그시간만큼은제가덜어내고마음껏웃고제마음을마음껏표현할수있고그럼에도불구하고그아픔을딛고꿋꿋하게또열심히살아가시는분들에게그런모습들을보면서저에게도또힘이되고격려가되기도하고世越号船难共造成304人罹难，包括248名来自鞍山市潭元高中的师生。当年由于船只违规超载，还不当放掉过多能稳定船身的压舱水，客船因此在急转弯时翻覆，而第一时间救援过程混乱，导致伤亡惨重。5名罹难高中生的母亲自8年前组成这个剧团，他们从演出中获得力量，继续催促政府追查事故真相。그냥그소중한내아이가왜그렇게떠났는지정도는알아야지그진상진실이밝혀져야만그래야지만그만둘수있는게아닐까요虽然南韩政府已针对世越号船难进行多轮调查，罹难者家属仍指出不少问题，尤其是南韩的灾害应变系统。因为就在世越号船难发生多年后，2022年的梨泰院踩踏事故再次显示当地的预警和救援系统有待改善。公视新闻梁彦编译。德国联邦议院在12号投票通过性别自觉法，简化跨性别者、双性人或者是非二元性别者更改姓名还有性别的程序。而在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所起草的法案将代理孕母视为犯罪行为，把罚款提高到100万欧元，大约是3449万元台币，并且把监禁刑期增加到2年。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就性别自觉法在12号投票，并且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生效。这项法律将简化跨性别者、双性人或非二元性别者在政府登记处更改姓名与性别的程序。依据现行的法律，德国民众只有在经过2名心理医师的评估，并且获得法院的许可后，才能正式更改自己的名字和性别。而新法则要求民众只要提前3个月通知登记处即可，但是未满14岁。
岁的民众，只能由他们的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才能提出申请。已经满14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同意下提出申请，但如果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不同意，家庭法院可以判准更改，前提是不能违背儿童的福祉。Es ist höchste Zeit, dass wir nun auch die unnötig langen Gutachter und Gerichtsverfahren der Namensänderung als Unrecht beenden und dass wir heute endlich die Würde von trans, inter und nicht-binären Menschen. 但性别自觉法还是遭到了极右派、保守派的抨击。他们说，这项法案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除了会给家庭带来许多动荡，还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因为更改姓名和性别，再也不用向警方登记。12号也有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他们反对右翼总理梅洛尼政府所起草的法律，将代理孕母定为犯罪，把罚款从60万欧元（约2069万元台币）提高到100万欧元，约3449万元台币，并且将监禁刑期从3个月增加到2年。Noi non siamo criminali, abbiamo fatto ricorso a questa procedura medica che è perfettamente regolata negli Stati Uniti. Tutte le parti coinvolte sono consenzienti, consapevoli. Abbiamo una relazione stabile con la nostra portatrice. I nostri figli la conoscono. Quindi in realtà non c'è sfruttamento, non c'è nessuna delle cose che si vuol far credere all'opinione pubblica.梅洛尼将代理孕母视为罪犯的草案，外界认为很大的程度是针对 LGBTQ+ 社群，而他的言论与天主教会的观点一致，因为教宗方济各在日前发布的文件中提到代孕，认为他是侵犯了孩子与妇女的尊严，让妇女成为屈从他人的利益或欲望的工具。公视新闻，沈如佩编译。许多网友在昨天收到全联全支付的中奖讯息，以为中了价值9万多元的邮轮日本双人游，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对此，全联是回应，这是为了要提高活动点击的宣传效益，才会推播中奖通知，对于造成消费者的困扰致歉。购物全支付，缴费全支付。连锁超市全联不断推广全支付的付费模式，不过就在15号早上，却传出乌龙推播讯息，让许多全支付会员气炸了，误以为自己中了要价9万多元的邮轮日本双人游。一开始收到这个讯息，一开始很开心，可是看那个中奖名单，其实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才发现是假的。我会考虑把这个 APP 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做法就是让消费者觉得很像在整人的感觉。仔细看推播讯息，写下恭喜您中奖邮轮日本双人游，总价值约新台币9万多元，请在112年4月19号前拨打客服专线，在112年4月24号前完成领奖程序。诡异的是，明明今年是113年，上头却写着112年。民众点进中奖名单一看，才发现中奖的人不是自己，纷纷到全支付脸书留言抗议，白白高兴一场，浪费家人3小时打客服确认。还有人说，大家都要上传护照和特休都准备好了，只是民众碰到这样的乌龙中奖讯息，能否求偿？律师这么说，因为他那个只是一个中奖的通知哦，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到哪边哪边去看，所以你要依照这个东西就去解释成说，哎，他跟你是中间有缔结一个哦，要发这个旅游哦给你的契约。哦，这也是比较难的。既然契约没有存在，那当然也就很难解释成他要去履约。业者对于消费附随的抽奖活动讯息，仍应提供充分及正确的资讯。若有错误致消费者误信而生损失，仍应妥善处理。面对全支付会员怒火，全联回应是行销部为提高活动点击宣传效益，推播日本双人游轮中奖通知，造成消费者困扰，致上12万分千亿。律师表示，民众如果不想再碰到类似事件，可以向业者申请不要再收到推播讯息，如果还是收到讯息，能提出申诉，由主管机关裁罚。记者袁慈、郭俊麟台报道。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理事长林君杰日前从日本搭乐桃航空要回台湾，虽然事前已经申请了，但是却在登机前被拒绝登机，理由是电动轮椅并不是木式电池。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电池有起火之余，是日本航空法禁止运送的危险物品，不过会查证是否有违反身障者歧视消除法。
电动轮椅上还挂着乐桃航空的托运吊牌。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理事长林娟杰月初到日本参加研讨会，返程搭乐桃航空，当下检附电动轮椅资讯也顺利通过安检，来到登机门口却突然被地勤告知因无法目视轮椅电池，因此不能登机也无法托运，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到登机门口的时候其实也等了一会儿，我不确定他们在有没有在做一些确认工作或什么的，然后后来等到要上机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通知我们准备上机，最后就突然跟我们讲说，经过他们的讨论，我的状况还是没办法让我搭乘。林君杰表示，出发前早就把电动轮椅与电池资讯都提供给乐桃航空检视，航空公司并未回复拒绝载运。而他过去到访十几个国家，到日本也超过十次，从没有被拒绝登机。这起事件也引起日本媒体关注。乐桃航空回复日媒，为确保飞安，公司规范除检附文件外，还必须直接目视电池，但对造成旅客感觉被歧视感到抱歉。日本国土交通省回应，会了解个案是否违反身障者歧视消除法。这电池要经过审验。可不可以上飞机？像大陆的航空电子上面没有标明它的容量，没有标明它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电压，你没有标识，它就一定不让你上飞机。旅游业者表示，对于电动轮椅上飞机，各家航空公司规定不同。而根据台湾民航局搭机提醒，各航空公司因机种不同，有不同的安全规定，建议旅客于定位前与航空公司取得联系。而使用电动轮椅旅客应需办理轮椅托运，使用电池需拆卸或绝缘，可能需要耗费时间，建议可提早报到。针对这起事件，台日身障团体已经一起向日本国土交通省旅游部提出陈情，希望乐桃航空可以改善。记者全林坚台报道。内政部统计，花莲强震全台已经确认建物受损，红单一共持有51件，黄单92件。太鲁阁国家公园受损严重，出估修复经费超过10亿元。至于台九线苏花路廊下清水桥段落，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苏花安计划预计在民国121年完工，时程不变。0403地震后，花莲地区灾情严重，尤其太鲁阁国家公园出估复原经费超过10亿，预计采逐步分阶段、分区域开放。目前就是我们出估出来的灾损的重建金额大概是多少？我想最大的经费可能是交通部的部分啊，我们自己国家公园出估大概是会有超过10亿。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截至4月11号，全台已经确认建物受损，红单51件，黄单92件。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除了提供多元租屋协助方案、住宅重建利息补贴、耐震补强最高补助450万元，另外有鉴于东华大学强震引发大火，未来各大专院校有设置理化工实验室，将进行防灾准备总体检。仅仅是东华大学，各县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大专院校，里面都有理化工的实验室。化学的实验室的话，它的一个防灾的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包括它的一个器具跟资源，这个必须要做整体的一个检讨。而这回强震也让台九线苏花路廊下清水桥段落交通一度中断，目前仰赖一旁1930年日日旧桥当作临时变道通行，每天采30段管制单线行车。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目前正推动苏花安计划，该路段也列为改善的路段。今年2月环评专案小组提出很多的意见，预计4月送进专案小组转送环评大会，121年完工时程不变。今年的2月虽然在环评的专案小组有很多意见，那我们现在已经收集意见，议定在4月就送进这个专案小组，然后转这个大会，那我们的目标就完全都不变。王国材表示，苏花安计划中的核人道崇德路段就发生了包括去年大清水隧道南口严重坍方，以及这一回大清水隧道口的桥梁坍塌2次严重的灾害，因此从可行性到综合规划，针对核人道崇德段做了调整改变，将2.5公里短隧道改成10.2公里长隧道，避开裸露在外的机会，以推动苏花安给花东民众最安全道路来作为首要的考量。记者为吴家宝推报道。花莲女中的综合大楼强震后梁柱破损，今天要展开拆除作业。另外，空中大学受风校区虽然有建物受损，但还是计划要把没有安全疑虑的宿舍提供给灾民入住。我这边写的那个 A 垂直 A 垂直 N 向量
然后 V 也随之 N 下来。老师透过电脑视讯上课，花莲女中学生从15号开始暂停到校，改采线上教学，暂定为期3周。主要就是因为学校综合大楼在花莲强震后出现梁柱墙面破损龟裂，必须要拆除重建。线上上课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可以，一些烟雾或者是声音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地方在我们花莲女中主要的一个那个通行的道路哈，那很担心学生安全上的疑虑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才有所谓的那个线上教学。大型机具已经进驻到综合大楼旁边，最快16号就可以开拆。校方也会添购原先在综合大楼的教学设备，确保学生受教权益。同样是校园建筑物出现受损的，还有空中大学的受风校区，也有好几栋建物被贴上红单。大楼墙壁裂开，旁边的楼梯走道歪斜。空大受风校区虽然有建物受损，但仍愿意对灾民声援，计划把无安全疑虑的宿舍提供给灾民入住。学生宿舍群业楼，我们等待县政府来会勘，安全无虞之下，我们会将进行内部整修，提供灾民使用。空大还打算提供超过5公顷的宿地给相关单位盖组合屋，协助更多灾民渡过难关。不过受风校区距离花莲市区约30到40分钟的车程，或许也会是灾民考量的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轨试办深夜加班区间车，为期2个月的时间。不过有民代是认为深夜的班次太晚，无法转乘红橘两线，再加上试办的站点夜间人潮也不多，恐怕会不符合经济效益。夜市里弯头攒动，随着高雄夜经济及活动增加，加上民众反映有夜间搭车需求，高捷公司15号起试办轻轨深夜加班区间车，为期2个月，试办站点为李子内站到哈马星站之间。顺行的末班车抵达西万李子内站后，将以深夜加班区间车方式延驶至西14哈马星站后，再折返至西万李子内站。试办期满将是该搭乘率以及沿线居民反应评估是否续办。轻轨缓缓驶入博尔大义站，乘客陆续下车。高捷公司表示，试办站点集中在博尔亚湾一带，除了需求考量，也因这一带多商办及观光区，较不容易干扰到住户。对我来讲，我没有在使用啊，那个需要的话就要开啊，不需要的话那个开一趟也是赔趟啊。像我住这附近就比较方便了，不要说这样还要去转公车啊，还是要坐计程车啊。民众看法不一，民代同样有意见。有民代认为班次太晚，无法转乘捷运红橘两线；也有民代认为搭车人数恐怕不符经济效应。中间有三分之二都是经过住宅区，最后进入到盐城区博二或者哈马星这个地段的时候，我相信在半夜应该也没有观光客会去承搭啦。民代建议，若考虑夜经济，试办站点可挪到北高雄，如可衔接夜市、百货的爱河之星站等。对此，高捷公司表示会跟民代及市府研议，讨论是否修正。记者陈焕、许正军高雄报道。甲基安非他命是国内第二级毒品，国家卫生研究院透过斑马鱼进行了成瘾性试验，成功建立甲基安非他命的成瘾模式。未来可以取代大小鼠进行新兴毒品成瘾性研究，将会有助于人类戒毒。身上有着金色、深蓝色水平条纹的斑马鱼是相当受欢迎的观赏鱼，现在更因为和人类大约有70%的同源基因，加上繁殖容易、数量大，近年来已经取代老鼠成为各国动物试验的选择。我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更利用斑马鱼成功建立甲基安非他命成瘾模式，将有助于人类毒品戒毒。这个就很像人啊，就是你可能用毒，然后你去乐戒，乐戒完了应该就好像就没有事了，对不对？可是通常一般大概有一半的人到1-2年之后又会复发。研究团队将一个大鱼缸分成白色跟蓝色两个区块，原本受试的斑马鱼只喜欢待在白色区域，但是研究员只在蓝色区域喂食甲基安非他命，结果斑马鱼改变行为，停留在原本不喜欢的蓝色区域，之后戒断14天不给药，再重复测试，结果斑马鱼又回到有给药的蓝色区域，显示斑马鱼可以用来模拟人类成瘾者在戒断后面临的复发问题。比如说你用海洛因不是会用针头吗？然后啊，我们就把它用在人来训练它消除，所以它一直看这个情境，可是我得不到药物，它慢慢那个记忆也会消除，
所以他下次看到同样的这个灯具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那个影头出来。研究团队强调，这项研究成功的利用斑马鱼建立甲基安非他命场地制约偏好成瘾模式，并延伸到消除、戒断和复发阶段，未来可以取代大小鼠进行新型毒品成瘾性研究，将有助于成瘾治疗的药物与策略研发。记者赖淑敏、蒋龙翔台报道。垦丁国家公园里的台26线路段，夏天常常都会有暴卵鹿蟹经过，为了避免遭到鹿蟹的鹿杀，去年中公路总局在两处热点铺设了大量的珊瑚礁岩块作为鹿蟹的廊道来使用。不过民众就担心万一骑车摔倒会被岩块割伤。单车骑士骑在架高的台26线上，路旁铺满珊瑚礁岩块，虽有护栏，民众仍担心万一车祸或摔车，恐怕被尖锐石块伤得更严重。天堂之路那个样子还蛮危险的，应该一世界安尼袂危险啊，安尼稳安全啊。全长390公尺，仿佛两栖天堂路的廊道，原本是台26线排水沟。由于每年夏季当地有大量暴卵鹿蟹需穿过台26线降海试幼，为了避免母蟹遭鹿杀，公路局去年将水沟回填，成为台湾首处连续型鹿蟹廊道。路面已经架高了，所以那条水沟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所以现在廊道口跟那个水沟之间多了一个矩形或者是梯形的一块草地，那一块草地就会阻挡鹿蟹从森林走到廊道里面来。专家表示，若有安全疑虑，可考虑将外侧车道改为机车道，拉大车道跟护栏的缓冲空间。但除了有护栏的鹿蟹廊道，台26线上还有110公尺无护栏路段，路边同样铺设大量珊瑚礁岩块。旁边原来是遗留的一些地形的一个刨除料啊，是为了鹿蟹的一个生态友善，放枯老之后，后面用自然掩替的方式，然后那边就会长起来，变成跟旁边一样都是草。虽是为了恢复植被，营造鹿蟹友善栖地，但没有任何防护，也引发行车安全疑虑。对此，丰港公务段也表示，将与专家研议检讨改进。记者陈欢、许正俊屏东报道。来看到德国有一家恶心食物博物馆，展出了全球各地的各种奇特食材，像是有羊的眼球，或者是刚出生的小老鼠等等。虽然有一些参观者看到吓坏了，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里面是一种传统美食。抓起虫子又掉在桌上，来自捷克的这位游客想尝试素烤昆虫的滋味，但心里还是很害怕。最后，他终于克服了恐惧。All right, it's okay. 至今，位于德国柏林的恶心食物博物馆展出来自全球90种特色美食，有些可以试吃，有些用看的就足以让人吓破胆。像是这款来自蒙古的传统解酒饮料“羊眼球汁”，用番茄汁和醋调制而成的汁液上敷着一颗羊眼球，据说配方来自成吉思汗时代。但就算喝醉，您真的敢喝吗？还有这瓶用刚出生的小老鼠泡制的药酒，据说喝了可以补血、增强肝功能和抗衰老，是广东地区流行的秘方。这些无奇不有的料理，有些人觉得新鲜有趣，但有些人却吓坏了。Wir haben aber auch Jugendliche, die halt regelmäßig unmächtig werden, also die, wo das wirklich hart an die Substanz geht, wenn man wirklich sieht, wie eine Gänsestopfleber oder wie Schweinetransporte stattfinden. 除了看了令人反胃，有些美食则是臭得令人作呕，像是臭气冲天的乳酪，还有这种被封在罐子里的瑞典腌制飞鱼。Hier zeigen wir Surströmming, einen fermentierten Fisch, der noch in der Dose weiter vergärt. Den öffnen wir zu Special Events immer auf der Straße. Dadurch, dass wir ihn indoor nicht öffnen können, dadurch, dass der so bestialisch stinkt, dass wir das auch nur unter Wasser machen, und auch draußen auf der Straße. Und dort können dann die Besucher sich 早期瑞典人使用适量的盐搭配发酵的方式来防止食物腐化，以节省盐巴。这些千奇百怪、挑战感官的美食料理，让人大开眼界，也能进一步了解各种文化的饮食差异。国视新闻曾慧敏编译。今明两天，金门和马祖容易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目前金门还有马祖都已经出现了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现象，要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续带你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视早安新闻，我们明天再会。